小邓啊，你打扮这么帅干嘛去啊？啊，那个帅爸，我晚上有个同学聚会，我晚上就不回来了啊。然后你自己吃点啊。对了，我用一下你香水。用我香水？不是什么同学聚会呀、啊啊？我不回来了啊，你自己吃点啊，拜拜。不是谁批准你去的，小邓？小邓，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让人乖乖的回来。他走了，你快来吧。他走了，你快来吧。我贵老板，来点红酒，喷个香水，再来点音乐。不是老板，你干嘛呢？那个我，你怎么回来了，小东？我跳舞呢。跳舞啊？跳舞用喷香水啊？啊？这红酒还准备好了？还有，你语音是不是发错人了啊？你都发到我这儿了，你解释一下来。那你不是说你不回来了吗？你现在不行吗？现在吧。不是老板，那我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，我走了。不是小东，你回来，小东。宝贝儿，我去你家吧，我被那个直男发现了。嗯。那个宝贝儿，你上我家吧，被那个直男发现了。我滚！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竟然背着我，你这什么什么意思啊？我就不想让你去，你穿这么帅。我就想让你陪我。哎呀，弄半天你吃醋了。行行行，不去就不去了呗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带你一起去行了吧？真的啊？我能去吗？能。行，那我去换一套衣服啊。好，那好了，小东，走吧。不是老板，你就这样去啊？那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不去。不去不行，快走，来不及了。